这裙子绝了，艳压，绝对艳压，我现在就写公众号推文。你们也太夸张了。哎，月月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当然好看了。你的呢？我的。哇塞，这裙子也太好看了吧，快去换上。算了吧。哎，去嘛，快。说你要多穿小裙子，这腿不露出来都可惜了，快让我好好看看。哇塞，那你说我穿这个去校庆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我给你打赌啊，穿这个肯定很多男孩跟你要微信。不过我猜你是为了给喜欢的人看吧。月月，我可跟你说啊，这喜欢一个人一定要趁早表白。再说我们都快毕业了，你可不能像我似的，在喜欢的人心里还是个谜，只是个好同学呢，可千万不能这样。再说校庆这种活动，你正常人肯定都会同意的呀。你放心，你这么好看，上帝一定会眷顾你。加油，到时候我给你助攻，祝你有甜甜的恋爱。看热闹呢，你们两个衣服挑好了没有？演出9:30开始，我等你哦。不好意思，今天不营业。哎，这女人开店就是不怎么样啊。你有事吗？有事啊，当然有事儿。你也知道，我在公司呢，主要负责商场经营，和你这种不入流的小店主啊，不是一个档次。哎，我今天屈尊降贵前来呢，只是因为我们相识一场。我看你这个店啊，半死不活的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有病吧，请你离开。越来越不会说话了啊，我偏不离开。不离开是吧？喂，孙经理，你们物业的人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来我店里捣乱？而且我对接的人不是你吗？为什么还有人来我店里？你想坐就坐吧，孙经理马上就到了。而且你们内部的事情你们自己内部解决，我店里有摄像头，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周一法院见。看不出来啊，唐薇薇学会告状了。让他来吧，你懂个我，在这儿等他。你要坐就坐吧，你不走我走。哎，仁哥，开始演出了。嗯，好。进去以后的麦克风就林然门的右边。林然，谢谢你去年在谢主任办公室帮我捡了书，我一直想跟你说谢谢。我不用谢。哎，林然，其实今天是我生日，我想说。我喜欢你。哇！其实杜如
月正在跟我真心话大冒险。如月，你这么老实，所有人都欺负你了。大家别看了，快去准备节目啊！啊，好，好。林然，林然，换个地方。算了。师傅，麻烦快一点。尊敬的各位校友、各位领导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林然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觉得衣服有点松。这个时空，乌云遮挡不住那一种激动，那一个笑容是你的面孔，填满每个夜晚的梦。你的记忆关于春夏和秋冬，真般配，神仙 CP， 这对应该是咱们学校公认最甜的了吧？他们应该不是情侣吧？虽然没公开，但心里谁不知道，季寒是正宫，驱赶林然的追求者，但林然每次都宠溺不语。如果这都不是真爱的话，那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对啊对啊，他们底配、绝配、天仙配，我第一次磕三次的 CP 这么上头。每一段相恋的小时光，会让人觉得在世界中。衣服好像坏了。林然，这算是变相告白吗？甜死了，甜死了！下了台还舍不得放手。择日不如撞日啊，不如今天就官宣吧，没必要藏着掖着呀。
小唐，你去哪儿了？阿姨，我这门怎么上锁了呢？刚才从你店里出来的客人好像被车撞了，警察都来了，乱糟糟的。物业就把你的门锁上了，你赶紧去物业问问去。好，谢谢阿姨。那我先走了。林然，刚才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刚刚好像在台上看见唐薇薇了，但是她也没来找我，打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真奇怪。你说她在台下，那她是不是看见什么误会了？误会？她生气了？吃醋？李冉，一个女孩真的在乎你，她肯定是会接你电话的。再说，刚刚那种情况，正常人都会生气的。唐薇薇竟然吃醋了？喂，你那么高兴干嘛？唐薇薇吃醋了，她竟然吃醋了，奇怪。董哲，你们认识？算认识吧。怎么了？车祸和他有关吗？现在最难办的就是当事人还在医院里，事故还无法定性。哦，等一下。你吃醋了，对不对？薇薇姐竟然为我吃醋了。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我刚才啊是因为季寒的衣服出了点状况，所以我才抱了他。你这小飞醋吃的真不有道理啊。但是我喜欢你吃醋，是不是因为特别喜欢我呀？我该怎么哄你呢？买衣服，买裙子，手表。干脆啊，你直接嫁给我吧。唐小姐，要不您还是先忙吧。啊，对了，孙经理在哪家医院啊？我去看看他吧。哦，对了，事故的原因目前正在调查，因为涉及到唐小姐以及您的店铺，所以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您的店铺要暂时休业，麻烦您配合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医生，啊，病人怎么样了？啊，病人现在情况不太乐观，轻度中风，加上车祸之后情绪有些激动，什么时候能醒还不好说。谢谢医生。没事儿。林然，你找我来干什么？你不是答应来陪我挑礼物的吗？哎，挑礼物啊？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不是，我挑你个头啊！你连人家喜欢什么都不知道，还舔着脸要求婚？干脆我把你肋骨拆了，狗骨头的戒指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啊呸，他一个。别闹了，帮我想一想到底怎么办，选什么？哎。我怎么没想起来呢？送钻石戒指啊，一颗永流传啊。哎，李然，你去哪儿？两位好，想看点什么？看戒指。想要什么价位的呢？最贵的。您看这款吧。这么粗犷的吗？一般男士的戒指都比较朴素，如果您想要其他款式的话，我们这儿可以给您定制。男款？我们要看女款。对。您不是在给这位先生看吗？
你看我像品味这么差的人吗？你想的是，如果是女士的话，请看一下这款吧。行，就它了。麻烦您说一下指纹。什么指纹？你不会不知道薇薇姐的尺寸吧？什么尺寸？老板，这些都坏了，扔了吧。好不容易有点起色，又弄停业了。唐薇薇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？我们不就有点小过节吗？你至于找人来讹我呀？十万块钱，你见过十万块钱吗？你赶紧把那个破视频给我交出来，要不然我们法院见。董先生，你是不是对我店的定位有问题？我这里是甜品店，不是精神病院，你可以不要每次过来这里都发疯吗？我有修养，我不理你，但不代表我每次都有。董哲，你有胆子还敢来啊？是不是没被打够？你，哎，你给我住手！你等着你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来的特别及时？林然，你捣什么乱？我这不是捣乱，我这可是在帮你。我不需要，你去找季寒吧。哎，唐薇薇，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山西小陈醋哦。别！这样，那我明天来，有惊喜。啊！阿姨，再给你倒点水啊。微微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家里有客人来找你，我出去买点东西啊。好。啊，阿姨，你们坐下讲吧。微微啊，今天呢，我是带我儿子啊，特意向你道歉的。妈，没事儿，我儿子从小到大都是靠他一个人，非常不容易，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把他的前程给毁了吧。妈，阿姨，如果你们是为了事故的事情来，那我真没办法。那我可就直说了，你们店的服务员说监控录像可以证明我没有推人，但是你让我拿十万块钱来赎，我可没那么多钱。如果你非得要，那我就分期吧。等等，我的服务员拿监控录像，店里监控根本没开啊。阿姨，明天你让董哲来我店里一趟，如果真的是我店员做的，我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行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儿子，回去。嗯，我送你们。我刚才啊，是因为季寒的衣服出了点状况，所以我才抱了他。你这小飞醋吃的真没有道理啊。事故的原因目前正在调查，因为涉及到唐小姐以及您的店铺，所以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您的店铺要暂时休业，麻烦您配合。你们店的服务员说监控录像可以证明我没有推人，但是你让我拿十万块钱来赎，
我可没那么多钱。如果你非得要药，那我就分期吧。就是这个人，他昨天来找我，张口就是10万。他的确是我的员工，我再看一下吧。看见了吧，我就说不是我推的他。好的，这个你交给物业经理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但是，如果你不来找麻烦，就不会出这些事了。多少去医院看一下人家吧。行吧，我一会儿就去。老板，今天不用上班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辞职的。外面的人都说店里的生意不好，风水不好，所以才接二连三的出事，而且没开两天就发不了工资，所以我就想……所以你就拿监控去讹别人10万块钱？谁家店像你家店那么倒霉啊？没生意还天天出事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压根就不会来。我在这儿浪费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精神损失费总该拿点吧。刚才的对话我都记录下来了。诽谤加敲诈10万块，足够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是来给上次那个戒指定尺寸的，姓林，尾号是2073。好的，您稍等一下。啊，林然，你看这款戒指好衬我的肤色。你别乱动，别管，我再试一看。我拿不下来了，林然。我叫你别乱动，快帮帮忙，我拿不下来了。我看一下。您别着急，我帮你看一下。放松，放松，轻点啊！别着急，这，你看，轻点，你轻点，轻点，我放松了啊！放松，疼，轻点，放松点，放轻松，你越绷它越紧。放松了呀，别使劲啊！别紧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真爱婚戒，每天都有很多位恋人来到我们这里选择他们中意的戒指，而我们今天将在现场选择一位送上我们的甜蜜大礼包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幸运儿是谁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想办法，想办法，要不割了吧？不行，这是我的手啊，哥！啊！
不行，这是今年的新款，赔不起的。割开吧，我是贵店 VIP 客户，出事我负责。确定吗？我让你别弄别弄，啊，整这么多事儿，净给我惹麻烦，你还敢不敢了？说话。什么？不见了？怎么了？幼儿园老师说我妹妹不见了，怎么办？走，我带你去找人。喂，那我呢？喂！走走走。哎，然哥，戒指买好了。车给我。喂，什么？在学校后面的小路？哦，好好好，马上过来。像你家店那么倒霉啊，没生意还天天出事，早知道这样我压根儿就不会来。我在这儿浪费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精神损失费总该拿点吧。我早就跟你说，我不让你开店，不让你开店，你有听我一句劝吗？上去探一下，走。